8月10日，马自达旗舰产品全新阿特兹在北京正式上市。一汽马自达宣布，全新阿特兹包括 2.0 升和 2.5 升两种排量，共六款车型，售价为17.58万元至23.58万元，其大幅超越主流 B 级车的全新标配装备水准，以及同步推出的丰富购车政策，显示出了一汽马自达对消费者的诚意，也令全新阿特兹具备了逐鹿中高级轿车市场的强大竞争力。发布会现场，开心麻花团队根据阿特兹真实车主改编的话剧，再一次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阿特兹陪伴年轻人追逐更美好生活的感人故事。此外，中日双方高管共同出席，也展示出了这款新车在马自达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全新阿特兹是马自达在传承运动精神基础上打造的第二款 6.5 代产品。中日双方在充分了解中国消费者需求之后，斥巨资实现全新阿特兹70多项的提升，使其展现出动感优雅的魅力造型、丰富领先的不凡科技、激情舒适的卓越驾控三大核心价值。有业内人士评论，全新阿特兹三大核心价值让它成为同级别车型中新的价值高地。新车的产品价值实现了大幅提升，但价格却比前款车型还有所降低。从17.58万元至23.58万元的价格区间来看，足以彰显一汽马自达对消费者的诚意。而两个排量共六款车型的产品序列，也为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酷六汽车北京报道。